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狗狗讲黑话》。今年你来到广西，爱了一只也比做的唐音乐并轻松的所在哦。有没有听到？好像是我在唱歌哎！大姐你好，你好。那看你这整个布置，感觉是有跟你们这边关西故乡的连结，好像又是重新的样貌这样。对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地人关西人，所以我就大概两三年前就回到了这边。我想说那边有蛮多东西，我们来去看一下，好。好。看到这一些都有记录一些客家美食哎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有上一些培训的课程，所以有做一些在客家传统的料理做一些小小创意的改变。哇。对。要来找观众朋友讲客家话。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就说听到那好听的音乐可以在这里放松，所以呢我们先教大家讲这个听音乐。你知道海陆的客家话怎么说吗？唐音乐。对，另外一个更可爱了，就是呢你来到这边呢感觉很轻松自在的样子，海陆这样的讲法呢就是老老老老老老。第三个呢我们来挑战一整句话，哎，这句话真的很厉害哦。就是说听音乐放松心情，客家话的讲法呢，就是“唐音乐，心肝爸爸快”。唐音乐，心肝爸爸快。你看，你手就会自动打开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，就是让大家比较好记的，就是“唐音乐，心肝爸爸快”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关西老街，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地方被重新改造之后了，有了全新的生命力，真的值得大家放假的时候好好去放松一下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认识了许多新的词，在这边明珠带大家复习一遍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听音乐，躺静哦，躺静哦。第二个呢就是轻松自在的样子，乐乐。乐乐。第三个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，就是听音乐放松心情，唐音乐心肝爸爸快，唐音乐心肝爸爸快。这样都有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再来一起学习好玩的客家话咯，下次见，拜拜。